同学、卢静文同学、刘成宇同学、林云蔚同学、黄之宇同学、刘佳琪同学、刘彩璇同学，恭喜以上八位代表。我们邀请南台南家福中心康竹伟上台为我们颁赠奖状及红。好，我们请摄影手跟我们比这一张哦。好，一二三。谢谢，我们谢谢，请康竹伟先行回座休息，谢谢。恭喜以上获奖同学。紧接着邀请我们的研究所代表上台，一位是许志勇同学、沈建煌同学、李云佑同学、孙平瑜同学、卓子林同学。